在哪边吃？这边旁边坐着吃就好了。那好，我们到了。大家好，我是小黑，今天要搭乘蓝电前往蓝山赏樱。刚刚我们的饭店就在四条大公站对面而已，从四条大公坐到蓝山只要12站24分钟就能抵达，票价220日元，小孩6岁以下免费哦。首站的好处就是可以来拍车头看出去的风景。走吧。抵达蓝山站后往外走，左转就能看见几棵满开的蓝锦鸡眼樱。这里还不是蓝山赏樱的地方，继续往杜月桥的方向走。从杜月桥看出去，上千株的樱花将山头染成白色。另一个方向望出去，就是今天蓝山赏樱的地方——蓝山公园。中之岛地区蓝山公园，你可以坐在这里欣赏湍急的桂川。蓝山公园内种植了上百株的樱花，这里有个必拍的角度，就是桂川两旁的吉野樱，可搭配后方的杜月桥一起入境。还可以在樱花树下野餐呢。光是这个地点就让我们拍了好久。跟妈妈一起用，对，好美好美，超美的，超棒。哎呦，阿燕打了爸爸。蓝山公园除了吉野樱外，还有几株枝垂樱可观赏，而且还是重瓣枝垂樱品种哦。与蓝锦吉野樱偏白色的不同，枝垂樱是呈现粉红色。大家一早都先往天龙寺及竹林之道走。结果蓝山最美的赏樱地点反而游客不多。蓝山公园不算太大，大概30分钟内就能完整的走完。
trying to hope, and I've been trying to fill the void. But my bed is getting cold, 'cause I don't have you, I don't have us, at least not anymore. You said you had to go away just to figure out who you are, and I'm in this empty house with your pictures on my wall. But I don't have you, I don't have us, at least not anymore.接着往中之岛桥走过去。继续往前走，可接往阪急电车的蓝山站。Got caught up in our fight. I say I don't mind, but that's a lie. Thought we'd work it out. 中之岛桥旁的樱花也是开得很漂亮。I've tried to let you go. Memories they tend to stay. Doesn't matter anyway. 'Cause it won't be in May. Now I'm just waiting for love. Waiting for love. Try to forget.过中之岛桥后就没什么樱花了，可以往回走，回到蓝山公园。这样就算是绕完三分之二的蓝山公园。蓝山公园的另一边还有一些樱花可观赏，入口迎接我们的是粉色紫纯樱，这里大概还有十几株蓝剪吉野樱可拍摄。继续往前走，经过渡月小桥。这里啊，2010年在这里拍照，还再拍一张吧。小路右转看看，还有没有赏樱的地方。南山猴子公园的入口原来在这里。再继续往前走，似乎就没有樱花了。赏完樱花后，开始我们的蓝山美食之旅。第一站先来吃炸豆皮 cheese， 是包 cheese， 就是豆腐一奶酪，里面是包 cheese， 然后外面是那个腐皮卷。腐皮卷，你那上次来有吃吗？我有吃啊，我吃过啦，好吃啊、哦。这边有那个好几个，好吃啊，这超好吃的。嗯，在鱼浆天妇罗里面包着 cheese， 外头再用豆皮去炸，算是好吃的小吃。你看。哎呀，不要吃，会不会烫？哎，你看，哎，你看，哎呀，在抓呀！等一下，想吃气死哎！它不是那个啦，现炸，还有是比较偏冷掉，不太觉得吃。太好吃了！这个啊，这个我们回来再看好不好？冰淇淋啊，
冰淇淋。对啊。第二站我们来买南山的栗子，京都的栗子真是超好吃的，尺寸比台湾大了一倍以上，香味十足又不会太甜，这个我们先买着，等等还要去其他樱花景点当做午餐。哦，1080，这里，这是可以多少？哦，好的，多，你不要拿，上当。哇，好喝。这个我上次有来拍摄，价位算高，但还不错吃。米菲兔樱花厨房是日本第一间米菲兔主题店铺，每次来吃都要大排长龙。想吃到最夯的米菲兔造型面包，真的是太难了。哇，好棒！往前走会经过天龙寺。天龙寺的枝垂樱目前满开中，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有特别要往天龙寺走了。史努比的清水寺有一间啊，锦市场有一间。继续往前走会经过山中豆腐店，山中豆腐店的岔路走进去就是著名的竹林之道。前往竹林之道前，我们先在山中豆腐店附近觅食。下面，我们就有一个龙眼的味道，就酱油啊，是龙眼啊，龙眼的味道。就是给那个走的。对啊。
竹林知道我们走到野宫神社后就决定回头了，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去另外一个赏樱秘境，而且会带这些美食到赏樱秘境下吃哦。来吃吗？这来吃吗？快点来来来来先走啊，走、哦、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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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好 ，OK。嗯，我在哪边吃？这边旁边坐着吃就好了。那好不到吗？棉花糖。是棉花糖。棉花糖。是。开心果。啊。是什么？棉花糖。棉花糖。嗯。很漂亮哎，那只可以留着吗？不可以。不会很甜，好可爱呀！我打麦茶了，好吃，是好吃的，很软，都很软，小麦片哦。我也吃到麦片。等一下，爸爸放一下。拜托嘛，我是一个屁屁人。可是这家感觉还蛮专业的。哎，好像那个京都的老婆好像有来拍过。嗯。一点点肉末，它主要肉还是马铃薯。肉超少的，嗯，肉很少哎、欸，150块而已啊。吃不错啦，就有肉的味道哎、欸，好不好吃？不然你讲都不会中、啊、我跟你讲我有知道会中飞，但是不知道怎么我眼睛只看着他。好走过来 Hello特奖，樱花的，是火车跟樱花。哦，这间在这里耶，之前 Tommy 有来这边吃啊，就是他是吃汉堡的。帐篷，哦，这应该是打卡的哦。
这边下面。我们要远离人潮咯。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